其实我看过他歌单，他不仅是听什么电子 hip hop， 就是我也很广，就是什么情歌啊、慢歌啊。真的觉得一博是挺好的一个男生，他比我小在6岁吧。但是其实他挺成熟的，因为我们私下开玩笑，其实我都叫他前辈，因为他其实比我早接触到这个圈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其实在交流，最让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他无论他出道了或者3年4年，但他现在还是像一个很天真然后很好玩很搞怪的一个小男生的这样一个状态，很难得很珍贵的东西。